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前几天在牢里待久了，一直担惊受怕，现在还没缓过来。皇上驾崩，你倒是一点也不惊讶。你我二人为他去看病时，也知他脉象不稳，虽然有些伤感，但却不意外。你不觉得他现在有时与此前天差地别吗？公子何意？坦儿现在的情况，已经不能用入狱创伤来形容了，怕是另有隐情。他现在已经对我起了疑心，宇浩，又不能时时近他的身，只有你可以陪在他的身边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打探他的情况，发现他的弱点。他想要置整个墨家于死地，真的是坦儿所为。现在的他既不是原来的曲坦儿，也不是现在的，或者说他已经彻底不是你我所认识的那个人了。希望你一直记得，这副身体暂时是我和他共有，乖乖听话，不然他就会受苦。